以演练，这是很好的开场。其实总的来说，海鸥这首，从海鸥这首歌响起，真正要带给我们的就是以你人生的经历，让我们要知道你自身的经历，勇于面对生命的挑战，还有你的站起来的过程。所以刚才有人说神奇绝缘，我就给你爱恨交加。爱就是说你的优点很多，继续；恨就是恨你没有演出你的真感情。在演说平台，如果尊重这个平台，你有这个理想，因为在每次机会你要上来演，投入这个角色，绝对真的。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平台，绝对没有问题，百分之百。加就是加速你的感情，加就是加上所有的重点，你每一次演说一定是非常的。恭喜你更上一层喽！谢谢张国荣银级高级讲员和一道领袖。那为我们最后一位被稿讲员做评论的是来自五级八度华语讲演会的林树林会长，他同时也是 B 三分区西海岸华语讲演会的现任会长。有请林树林，红级高级讲员，银级高级领袖。会长，大家晚上好，青山会员你好。青山会已经上了 L 区的比赛舞台了，那么他的讲演技术你们如果可以看得到的，他的表现是如何你们都知道，他很自然很大方，而且他也会善用语音语调和发展他的肢体语言，而且很有自信。不过你现在做的是作业师，那我们来看看你的作业目标。作业时是要你的讲演是要激发人的感情，一个人的感情，让他们想提升他们想要这里，要他们去想到他们要他们做的事情，然后来激励他们行动。那么你今天告诉我们的，你讲了一个故事，讲你的讲演会，告诉你在讲演会的心路过程。你告诉了我们你怎么样的加入讲演会，那么从讲演会里面你得到了什么好处，所以你今天能够侃侃而谈，大概是因为你参加了一年的讲演会的重要成果吧。那么你还举了一些其他会友，因为他们加入讲演会，所以怎么样在临危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即席的那个努力的一个成果哈。当你被人家在没有准备情况下叫上台，你也可以侃侃而谈。所以我相信你的主要的目标，你就是要极力去鼓励大家能够加入讲演会。我决定这个是一个激励，你要激发人，如刚才会长所讲的，激发人你一定要有情，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情字带出来。所以只要有情的话，就是说在你的你的抑扬顿挫就很重要，虽然你有气，你就算你的语调可以加强一点，那么你的声调语调嘛，你的肢体语言也可以放大一点，那么你要多一点的目光接触，因为你有大概你还在想你要讲什么，所以你真的是要，因为你是要鼓励大众，如刚才。前一位评论员就说：“决定你站在舞台后面，不管你进了一步，你就站在这边。那么多善用，更加大方一点啊，多一点这些大动作。那么在所以当你把激起人家要想要知道讲演会的好处，想要加入的时候，那么你就要激发到最后一定能够要讲到他们真的。”要马上行动，那么这个就算是真的非常的成功。所以我想假定你在例子里面，你除了说讲演会让你能够今天有胆量在这里讲，假定你能够提出说它怎么样改变你的一生、你的职业、你的商业，那么就会更成功，那么就会更成功。总之，你今天恭喜你已经完成你的作业时，已经是一个胜任的讲员，恭喜你，谢谢。
感谢林淑玲，迎击高级讲员同级高级领袖点评。那各位朋友，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恭贺我们的翁佩珍会友以及李清昌会友完成作业时成为胜任讲员。也让我们再次为我们的五位劳苦功高的评论员报以热烈掌声。接下来现在请技师员陈立会友报告实现。陈立清会友2分55秒，洪亚豪会友2分55秒，林佑莲会友2分44秒，甘慕容有会会友3分10秒，林素莲有会会友3分20秒，都合格。五位评论员都合格，那请大家把心目中最佳评论员的名字写在选票上面，然后我们将收集选票。好，在收集选票的同时，我们将请吴威香会友来为我们进行尾音报告。清昌四个弯，一个拉，一个连，一个偶。作业评判的会有评言，三个南模，沥青三个嘞，压好四个呢，三个南模，慕容两个南模，树林。四个五个呢哈，结束。好，抱歉，因为司仪的错啊，人家都说打哈欠会传染，原来赤裸司也会传染。今天那么多语病为因，那财政今天很有钱啊，那不好意思，我先向大家道歉。好，因为今天的例会将不涉及行时段，所以我们将直接进入语言评论的阶段。今天为我们担任语文评论员的来头不小，他的专业是法庭翻译官，拥有超过30年的经验。那我在他面前呢要小心一点，因为语文方面真的是很多语病。那有请我们来自大坝南福清华语讲演会的余淑发高级同级讲员，胜任领袖，还在吃螺丝，对不起。谢谢美丽的司仪，各位亲爱的会友们，大家晚上好。好，今天很高兴又来到老朋友的地方，老朋友的会所醉花林。首先我要先从讲员抗杰说起，他的语言水平很高，我只能抓到一个语病，就是妈妈，妈妈是亲生。我最喜欢他用的，他引述他女儿的 那句话令人深思，很幽默。我们是新加坡人，我们讲英语，妈妈是中国人，让他讲华语好了。瑞幸会有你的发音方面就有一个字叫耶稣，那个字念耶不念也，耶稣椰子耶稣，东西也是亲生，就好像刚才妈妈，东西是亲生的。他也有一句很有创意的话，如果你叫商人不赚钱，好比叫歌手不唱歌，叫讲员不演讲。我觉得也是很漂亮很精彩的一句话。至于刚才立青用了一句也是很有创意的佳句，我要擦亮这颗明日之星。
爱讯会有发音方面需要纠正的有四个字，傍晚，不念傍晚，傍晚，撞个满怀，撞相撞的撞，念撞不念创，创会才念创，逢赌必输，逢赌必输，还有贿赂，贪污贿赂，受贿贿赂。那你当中有用到一个形容词，把对方按在椅子上，所以你正确的说法要按坐在椅子上，要不然人家感觉是把头按在这个地方，按在椅子上，通常是这个感觉，把他整个身体按下去，其实不是，你是把他的身体按坐在椅子上，就符合你的意思。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哭泣的泣。通过搓麻将，切磋牌艺，这两个搓对押韵非常好。亚好会的工作我说过了啊，工作不念工作，在另外一个会我已经指出了。处女战啊，处女不念处女，处女，处罚、处理一个人的处境，如何处置这个人，就像处女、处置、处罚，在什么时候用处呢？就是办事处，何处去才用处。接下来冯慧珍会有我们讲演会。不用先生，不用女士，我说要习惯用会友，啊，也是巅峰这个峰的发音啊，要念成巅峰。徘徊，虽然这个字看起来像回，但是它的发音是怀，徘徊。